機管局話，超過200班嘅航機受風暴影響，其中有45班抵港嘅航班同49班離港航班取消，64班抵港航班同埋43班離港航班將會延遲。機管局呼籲旅客到機場前先致電航空公司或者係瀏覽機場嘅網站，了解航班情況。台風尤特吹散咗唔少人嘅旅行計劃，有旅客通宵滯留喺機場，有人攰到瞓著咗。漫漫長夜，有人玩手機消磨下時間。有香港人原定一家一齊去台北旅行，擔心行程受到影響，所以提早去到機場等候航班消息。聽到話會八號風球，機務處咪晨早嚟咯。嗯，即係預早咗嚟到機場嘅。係喺度等好噶。嗯，幾點到啊？咁你？12點幾到咗，即係1點前到咗啦。你大鯊魚去邊啊？大鯊魚去台灣。驚唔驚打風去唔到旅行啊？因为台风关系，机管局在机场摆了这些这样的电子显示屏，上面就写着各间航空公司的查询热线，还有就是现在的台风的信号是什么，给旅客查询最新的航班资讯。无线电视记者陈良君报道。